救护车抵达事故现场，内侧车道碎片散落路面将近100公尺，甚至有驾驶被喷撞飞出车外，倒卧路面，当场没了生命迹象。 还有两部车后轮挂在中央分隔岛上，一台四轮朝天，车体严重变形，像是被揉碎的纸团，撞击力道猛烈。国道三号南下126公里处后龙路段，四车追撞，酿成一死三伤。真的是一片黑暗，你开到眼前的时候，你才看到东西，因为这个车段没有路灯嘛。所以我开上来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已经撞成这样了。女驾驶赶夜车从新北到屏东，中途发生追撞意外。 现场灯光昏暗，视线不清，酿成追撞。该驾驶又返回车上，其他的物品，以至于被后续来的两部车又碰撞到。 原来前方有两部车发生追撞事故，驾驶下车后不顾女友劝阻，想回车上拿手机，没想到又遭二度追撞，酿成一死三伤悲剧。记者彭志明、杨静武、彭欣，苗栗报道。